林雅思早前移居英国同屋企人团聚，佢近日翻嚟放假，仲特登相约公司员工做冬兼庆祝圣诞。呢日喺饭局上见 Grace， 心情好好，唔知佢系咪已经适应嗰边嘅生活呢？其实我个仔就非常之适应嘅，咁我咧就唔知啊，可能我太挂住香港就争少少咯，同埋暂时未真正揾到自己嘅方向。咁其实我屋企人就开日本餐厅嘅，做飲食嘅，咁但系我就真系好新手，好生手啊，咁就未接应得到住咯。所以暂时又搬咗新屋啦，都系搞紧一啲嘅装修嘅嘢啦。咁但系而家我最叻系咩咧？就系装修啊，因为樣樣嘢都要自己嚟喺英國，咁唔同香港可以揾師傅啊咁樣咯。喺嗰邊我連砌個櫃我都真係成世人未砌過嘅，咁而家真係第一次嘗試去親力親為咯，好多嘢要。Grace 自爆在英国校园被误认同16岁仔仔是同学仔，而他透露自己本身都有进修计划。我都想读一些关于医的嘢，系啊，我想读关于医的嘢，所以都会读翻，我都会可能而家读翻书咯。系啊，虽然咁嘅年纪，但系都会想读翻书咯。但系点样医嘅嘢咧？因为我觉得而家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好多嘢都系医嘅咯。可能就算唔係真係做到咩醫生，但都係關於醫學嘅嘢我都想咯，或者藥物嘅嘢我都想咯。咁好多朋友都會問我會唔會翻內地發展，咁但係因為暫時我都要，我小朋友喺英國啦，我都要兩邊走。咁我相信我會遲多少少先會真係翻內地再接翻所有嘅工作咯。咁香港我就會酌情睇下邊一樣嘢適合，咁我就會翻嚟香港咯。